撑住了，真撑不住了，太想笑了。刚刚游戏体验怎么样？白眼都翻了。那你想再来一次吗？说不想，那肯定是假的。No。 很紧张吧？很害羞吧？什么感情都有。如果说要用一种水果形容对方的话，你觉得它是什么？草莓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吃草莓啊。它是很多种水果融合在一起，我感觉没有哪个水果能代替得到它。独特性哦，就百变，就很百变。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呀？现在其实我给他准备了一份奔现礼物，都是想对他说的话。哦，听说女生今天还有准备惊喜耶。就是 U 盘，然后里面有我朋友改过的游戏，还有几段录音。啊，我给你微信也发了，你听一下。好。金生，好帅的连招呀！超神，哥哥最厉害了。你还录了语音包呀？还有个惊喜给你，放在手机。不是刚才那个吗？放在手机，放在手机，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身上小哥该羡慕坏了。哎，你羡慕啥呀？你也去试试暖聊呗，我身边好多朋友都靠这个脱单了。如果觉得今天奔现成功的话，就在我倒数三秒钟之后转身，如果觉得不成功直接走掉就好啦。3 2 1，我还想听你叫我宝贝，怕你伤害咋了？你这样怎么这就不高兴了啊？抱完就没了。你耍流氓，抱完就不管了是吧？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你们一会儿准备去干嘛呀？一会儿你想干嘛？去看电影。走吧，不管他们了。那麦不得还给我们？还给你们。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撒一波狗粮？那你凑下来一点。太低了，不用，我垫着脚就行了。请尽情吩咐小圆主任。走吧，拜拜，我们自己去了。我们要去吩咐啥呀？